up from my window. Sun's coming up like the day before. You're like a stone on my pillow. I don't make a sound when I shut the door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thy， 今天带大家去一个要搭船先去到的地方，就是荔枝窝啦。那我们身后面就是我们去荔枝窝的船啦，船程要一个半钟的，那现在就跟我一起上船啦。先讲讲交通，同上次去吉澳鸭洲的码头一样，跟住指示牌就可以到达的啦。来回一共90元，要分两次45元比。一日前往荔枝窝只有一班船，去程9点，回程3点半，记得要保留好船飞啊。船机内部就是这样的。船上还有一份地图，简单介绍了今日的航线，由马料水3号梯台途经赤门海峡，远眺俗称鬼手的黄竹角咀，水位够高的话，船还可以经红石门进入荔枝窝添。船上还会有超级详细的导赏介绍沿途景点，包你不会睡觉啊，还会学识很多地理和生态知识添。这里呢就是赤门海峡，等我们好好地欣赏景色啦。经过了9个字的船程之后，我们现在终于入这个大概印洲塘的内湾的水域了。我今天非常好彩，水位都够高，我们可以经过红石那条比较窄的路可以入去荔枝窝的位置。现在这个位置真的非常舒服，完全都不像在香港的感觉，一个比较内湾的地区，所以海浪都不算很大的，真的非常舒服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欣赏一下吧，继续。补充多少少航程资讯先。一般而言，我哋会先由马料水码头出发，途经赤门海峡。受附近山势影响，赤门海峡可以话系其中一个最平静嘅海峡。再经黄竹角咀，远观鬼手岩。有关鬼手岩嘅形成过程同特征，之前喺吉澳鸭洲影片介绍过，有兴趣嘅话可以揿翻右上角补睇噶。我哋再经直门头或者红石门进入荔枝窝。能够通过红石门进入荔枝窝不是必然的，由于红石门的航道水位较浅，要视乎当日的载客数量和水位高度。由于我们在1月份最冻的日子去啦，船只是坐满了1/3，船身比较轻，最终可以进入红石门。加上当日是万里无云，冬天能够遇到好天气郊游，简直是人生其中一件最幸运的事啊。经过90分钟的船程之后，我们终于来到荔枝窝码头啦。现在就是大概10点半啦，咁我哋咧终于嚟到荔枝窝啦，就我哋身后边，噔噔，系啦，啱啱咧劲多人啦，咁所以我哋就即系等人啲散咁啲之后咧，先至慢慢嚟做介绍咁样啦，系啦，咁啊今日咧真系好好天啦，我哋系咁耐郊游以嚟咧最好天嘅一日啦，而家应该都10多度，但系非常舒服，因为有啲阳光咁样啦，系啦，咁我轻轻介绍下先，如果你咧想行山嘅话咧，行去鹿颈啊，所罗盘咧就系行呢边嘅方向，但系咧头先我见鹿颈咧最少都行4个钟啦。咁我哋今日因为坐船咧就唔会噶啦，我哋主要都系留翻喺荔枝窝嘅呢个位置。咁我哋嘅路牌呢个位置啦，我哋去呢一边咁就会去到入去荔枝窝。咁我哋就一齐出发啦。先嚟睇睇地图，荔枝窝系庆春约7村嘅其中一村。由于19世纪海盗横行，治安不佳，为咗增强竞争同埋防卫能力，村落之间决定结盟，形成10约。荔枝窝就属于第7约啦。码头的路牌都介绍了荔枝窝的景点，例如故事馆、寺庙、白花鱼藤、红树林，一阵间都会详细介绍的。入村前已经有一大片的海迎接我们，令人感到心旷神怡，非常舒服。沿着码头路一直行，很快就会见到荔枝窝的牌坊暖窝，一起入去啦。好，我哋而家咧行入去呢一个嘅荔枝窝个村啊，其实咧头先等啲人散开之后咧，系非常舒服咯。下嚟咧，今日天气又唔算好冻，亦都唔好热啦。我哋呢身装备都啱啱好。好快就嚟到村口啦，有路牌指示方向，
荔枝窝广场面积都好大，空间非常充足。第一个景点就是小型学校，该校在1920年代成立，在数十年间为七村子弟提供基础教育，是村民的重要集体回忆之一。紧贴隔离就是协天宫和学生寺，建于清朝光绪年间，在2010年更被评定为三级历史建筑。村民每隔十年就会举办打斋活动，令平日人烟稀少的村落变得热闹非常，包括庆祝活动以及斋宴。庆春约七村的居民包括荔枝窝、所罗盘、梅子林、三亚、牛屎湖、甲塘和小滩，他们无论远近身处世界何方，都一定会抽空回来参与盛会。介绍完毕，是时候开始我们的行程了。离开广场正式进入村落，温馨提示，右边有公厕，有需要就用了。东门的横幅是紫气东来，西门是西接长光。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幅描述荔枝窝一带的地图。好，我哋正式入咗嚟呢个村入边啊！而家呢个感觉咧，佢就系觉得似喺金村文化村咯，我都觉得有啲似嘅。因为呢一度咧，其实系一个有300年历史嘅一个客家围村啦，就系以前有一啲叫皇室同埋曾氏嘅人咧喺度居住嘅，咁所以其实呢条村咧都好有历史噶啦。咁不過後屘咧就係即係嗰啲人咧就已經遷出啦，同埋去咗例如去英國、澳洲嗰度移民啦。咁可能近幾年咧先人開始翻嚟咧去做翻保育嘅工作咯。咁所以就而家主要都係靠禮拜六日啦、假期咧去啲遊人翻嚟咧先會有收入啫。咁如果唔係咧，一般咧呢度就唔會有太多人喺度居住噶啦。咁我哋頭先咧喺個村度行入嚟啦，就會上到呢一個位置，就係荔枝窩其中一個好出名嘅景點咧，就係呢一個通心樹啦。佢話咧已經有8年嘅歷史啦，但係當時咧就係入邊一啲細胞咧受到感染啦，咁所以佢就咧蠶食咗中間嘅位置，令佢個窿咧越嚟越大嘅。咁但係非常神奇就係咧，佢就繼續生長到啦，佢嘅養分咧仍然可以 support 到佢側邊嘅位置去生長，咁所以佢就繼續屹立不倒喺呢一度啦，真係非常之神奇。因為以我哋所知咧，所有空心樹咧基本上住完之後佢就會倒塌同死亡啦，但係而家咧就冇發生呢個問題，所以係好神奇嘅。奉勸大家啦，記得一定要喺出邊嘅位置，就唔好爬上去影相，因為都非常危險。咁所以大家嚟到咧就欣賞一下就 OK 啦。繼續沿住荔枝窩自然步道行，有一幅地圖可以參考，全程都係木板平路，加上樹蔭非常舒服。先入眼鏡咧就係霸道嘅榕樹。在树干上长出悬于空中的幼小气根，当一条榕树根碰上另一条时，相交之处会融合，形成中环交错的网状结构。但如果原本被攀附的树木其生长速度不及榕树快，就会因为缺乏生长空间而枯死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。欣赏完就继续向前行了，当日天气真的好好，非常舒服啊。咁我哋咧頭先啱啱喺嗰個自然步道咁樣 keep 住行過嚟啦，就嚟到呢一個著名景點咧，就係五指潭啦。數下啊，點解有啲奇怪，可能得4隻手指咧？本身真係5隻嘅，但係喺呢個日軍統治時期嘅時候咧，被即係斬咗一邊咁樣啦。經過村民嘅細心保護之後咧，而家得翻4隻咁樣，咁所以就其中一個景點啦。咁大家嚟到都可以欣賞一下。呢棵五指樟真係非常幸運，成功逃過一劫，留下來成為荔枝窩嘅一部分。大家有机会记得嚟望望啦。离开荔枝窝自然步道，我哋往梅子林嘅方向进发，迎面就系一大片嘅农地。咁我哋咧啱睇完啦，就沿翻嗰条路咧行翻嚟呢度。咁我哋咧就准备去呢个梅子林嘅，系头先嗰个导游咧推介我哋可以过去望一望啦。经过一片嘅农田啦，即系呢一度嘅，即系应该系村民咧，佢哋就会去即系耕种啦，去复收复耕呢一个嘅地方啦，所以都系非常之靓啦，好特别啦。我头先都喺度影咗几张相啦，都几好睇咁样嘅。系啊，不过咧大家要小心啲啦，就唔好行呢啲电网啦，听到啲嗒嗒声咧都好恐怖啦。系即系保护。啲农作物就唔好俾啲游人行入去咁样咯。好，咁我哋就出发行咯。继续沿住农田前进，
又再次见到农田嘅路牌，抬头一望就可以再次见到梅子林路牌，行多半个钟就到噶啦。而基本上都系沿住右边方向行，而梅子林故事馆嘅路牌咧就继续直行。好快就嚟到梅子林村，村落嘅规模相比荔枝窝细啲，但都系同属于听春约嘅村落之一。梅子林都有好多壁画，好值得嚟睇睇同埋打卡噶。例如呢幅雀鸟嘅壁画，画得非常细致，连树枝上面嘅花朵同埋雀鸟羽毛都好清晰。一间普通嘅村屋配上唔同水果嘅壁画，绝对可以吸引到大家停落嚟欣赏，例如荔枝、杨桃、橙等嘅水果，令我都好想食啊！接下来参观梅子林故事馆，故事馆面积唔算好大，简单放置咗当年村民嘅生活用品。故事馆有一张乡村植物使用图，展示咗唔同植物嘅用途，例如耳熟能详嘅碌柚叶。过年冲凉必备啊！芒奇当年村民用作生火煮食嘅燃料，相当易燃耐旱。仲展示咗当年村民使用嘅物品，例如碗、石磨器。相信生活喺都市嘅大家都好少再见到呢啲物品啦。仲有旧式烫斗、火水灯，近几年露营又好似再一次流行用翻佢啦。下站前往半小时路程嘅甲塘。有清晰的指示，一直路就可以到达噶啦。前方就是甲塘村啦，有一间甲塘发记士多，主要出售自家制手工面包，10元一个，有兴趣都可以买嚟试下噶。甲塘村拥有浓厚的文化气息，例如在呢一座村屋外围壁画，描述了村民生活的一点一滴，好值得嚟打卡噶。最后是这张壁画，描述了发哥和他的狗狗们，栩栩如生，真是非常之可爱的。我们回到荔枝窝，找了这间二百士多医图，这个是餐牌，出乎意料的是食物选择非常之多，而且价钱合理。我们叫了个菜谱煎蛋饭以及餐蛋面。好啦，我哋终于开饭啦，就系头先行翻嚟啦，跟住经到见过呢个系村口啱啱嗰间士多，我嗌咗个餐蛋面啦，佢就嗌咗个咩菜脯煎蛋饭，佢个蛋咧煎得劲靓啦，同埋呢个环境咧真系劲舒服啦，即系佢系靠近啲路啊村咁样，所以系一个好复古嘅设计，系好正嘅。咁我哋而家食嘢啦，好肚饿啦，我唔嚟啦。咁我哋咧最後咧就嗌多咗碗凍豆腐花做呢個結尾啦，就係18元，我覺得都 OK 個價錢，試下先。好好味，即係佢唔會好粉，唔會好散咯，係一條嗰個味道係啱好，所以一定要讓大家試下，超好食。店鋪都有出售好有風味嘅豬肉，賣唔賣咧就見仁見智啦。系啦，咁我哋咧啱已经食饱饱咧，谂住去周围度行下啦，就去落去下边嗰个百花月亭嗰个位去望下嘅。跟住而家呢个位咧，后边咧就有一个叫做农墟啦。咁但系应该系我谂疫情缘故咧，所以就冇晒啲人啊或者产品喺度卖咯。但系如果呢个位咧，你就咁斋打卡咧，都应该几好睇，我觉得都几得意嘅。系，大家可以嚟望下咁样。同埋覺得呢個位咧好有日本 feel 啦，嗰啲設即係嗰啲顏色嗰啲配置咧，一啲粉粉地，一啲白白地，係啦，跟住配埋後邊嗰個山咧，真係好靚，好似去日本咁咯。大家可以喺度打下卡咁樣啦。繼續前往荔枝窩自然步道，跟住指示牌就可以到噶啦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去呢一個自然步道嘅另一個部分咧，就睇個百花魚藤啦。首先一入眼簾咧就係呢個
U 字形一個好似一條繩咁樣嘅魚藤啦，即係非常特別啦。佢應該係係攀藤植物。咁但係大家都要小心啲啦，就係頭先導賞嘅時候已經講過話咧，唔好攀嗰啲魚藤，因為佢話之前試過咧已經係爛咗斷咗，所以封咗十年咧，近年先開翻呢一個位置俾公眾參觀，所以大家要好好愛惜佢啦，就唔好手多多坐落去或者點樣樣啦。嗯，咁我哋就繼續行啦。我哋咧啱啱揾到一個，應該就係佢講話斷咗嘅地方啦。好明顯咧，你見到嗰節已經係斷開咗咁樣。咁我估短期內應該都好難修復得翻噶啦。所以就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啦，保護呢度嘅環境啦，係啦。好，咁我哋就向呢邊行啦。呢個位置就是百花魚藤一個靚啲嘅地方，佢而家都起咗啲橋咧，可以咁樣行過去。當日天氣真係好好，加上群山包圍，令人心情好好，好開心啊！就喺嗰個步道行咗過嚟啦。其實咧，佢而家呢條木橋咧都係即係呢幾年咧先新起嘅，唔需要破壞呢個百花魚藤同埋呢一個紅樹林，起呢條路俾大家咧好輕鬆咁樣行呢一個位置，真係好靚啦，有種去咗世外桃源感覺咯。咁我哋隔離呢邊咧就已經係一啲嘅紅樹林啦。不過今日應該可能而家都冬天關係咧，啲水其實都唔係好漲啦，都唔係好濕啦。咁所以可能夏天嚟睇個效果會靚啲，但係而家睇咧都好靚咯。Like the day before, you're like a stone on my pillow. I don't make a sound when I shut the door. You don't have to wake up yet. We can spend our day. 最后来到自然空间，来尝试著名的水果雪条，有多款口味。我哋揀咗火龍果青檸雪條，仲有啲花瓣裝飾，大卡一流啊！咁佢就係呢一度嘅原居民用自己材料種出嚟，我試下先。好冰咯，但係幾好味嘅，即係酸酸甜甜，我覺得冬天食會比較適合一啲咯。最後一站嚟到小型故事館，位於廣場附近。这个就是开放时间。先入眼帘的是庆春药和七川历史。首先会有客家屋模型，模型浓缩展现了客家屋的整体格局，非常细致，包括阁楼、楼梯、客厅、煮食用品。迷你版的炉灶、蒸笼都很可爱的。早年大部分村民已经离开荔枝窝，移民去到不同地方，例如美国、英国等地、马来西亚、澳洲。相信大家都听过粒粒皆辛苦，展馆还介绍了稻米的种植时节，分为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在不同季节进行不同步骤，例如犁田、禾头、禾杆、插秧、施肥，最后的割禾。咁我哋今日咧荔枝窝嘅一日游之旅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咁总括嚟讲咧，我哋都非常之中意呢个地方啦。首先就系佢嚟嘅交通咧都算 OK 嘅，即系坐船过嚟啦，同埋呢度都有好多客家围村嘅一啲历史建筑物啦，同埋啲自然资源可以睇得到嘅，所以都系觉得非常之值得嚟，系推介大家可以过嚟嘅。同埋呢度啲人咧都非常热情啦，即系我哋去边个地方咧，佢都好积极咁同我哋介绍，即系推广呢个文化。咁我哋下条片见，拜。